表背完之后，我才把它照相起来，放大之后发现，哎，这边好像一个人，戴一顶帽子，坐在这边，刚好符合这个独自的感觉。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这是王维的诗，那所以这一幅就觉得很特别。谢谢。里面截取某一段来写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事在人间？东坡居。也是，你可以看他的这个留白处跟那个墨色这样子交错，有点像画。所以，如果要做这种抽象化，就是说你的字不用写得太细节，不用太明白，大概交代过就可以了。我这边有很多碑白，这也是一笔写出来的，就用毛笔的那个淡没有墨的时候给它抹过来的。这也是用黑色的底，
来衬托这个白色的部分。就这种象形文字，你是其实可以当作一个抽象画来看。他这时这首诗是一个道士，道士的居住，就算同一个地方几乎都比较难辨认。我大概讲一下，这个东篱九枝盖，东篱是一个等于说掌管东边的一个大地，东篱九枝盖。北竹五云车，北竹是北边的一个掌管北边天上的一个天人。那这边有一句比较值得一讲的，就是说，青鸟，我把它连在一起，青鸟向金华，汉地看桃河。这边有一个典故，就是青鸟是王母娘娘的一个使者，哦，它飞向金华殿，就是汉武帝住的地方，有等于说通知汉武帝说王母娘娘要来看他。那王母娘娘她带了七颗蟠桃来，五颗送给汉武帝，自己留了两颗。那汉武帝吃了一颗，他觉得很好吃，他就把这个桃核哦，吃了这蟠桃的桃核收在那个袖子里面。结果那个王母娘娘就问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桃核收在袖子里面呢？他说他想要种，他觉得很好吃。但是王母娘跟他说，这个要3000年才会结实，就他听得有点尴尬，他就把那个桃子又拿，桃核又拿出来，还给王母娘娘。这边有个典故，我用硬笔在旁边把它稍微注解了一下。这散氏盘为西周晚期书法艺术杰出代表，共计有357个字，奇横之气非近代所及。然后我在旁边把我刻的印章给它盖在旁边。这个散氏盘的内容主要是指两个国家，因为打仗后打输的国家要赔偿另外一个国家地，好，所以有这个好像一个大字，其实它是一个浙字，浙国跟散国两个国家。那浙国他把土地赔给这个散国，大概意思这样子。然后双方各派出代表来签这个合约，然后把这个合约刻在铜盘上作为纪念，黄金的金文的代表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叫做钟鼎文，也叫金文，也可以叫做大篆。这个字哦，它很特别，它跟小篆不一样，它的字哦可长可短，可以横可以纵。所以而且它的字几乎没有在中心点，你看这个宫字，宫廷的宫，它这两格圆圈几乎靠右边，那这个宫它稍微靠中间一点，但是也没有正中间。所以在2800多年前的古人，其实他们的艺术感比我们还好。哦，你看这个田字，这个田字我们都认得，这个田字哦，每个田都不一样，这些田都不一样。它这也是一种抽象化的感觉，每个字其实都可以把它截取出来做一个抽象化。它的草书比较少，但是它是唯一一件行书跟草书写在一起的。扶是米扶的扶，扶顿手，龙铁一，削铁五，上纳，音玉，唯况如何？扶顿手，它是写给这个临沂使君，临沂是3点水一个金，一金两金的金，临沂使君麾下。王铎作品，他比较用墨上很讲究，他用晕开的方式，让墨自然晕开，把这个晕开。对，有的晕的完全几乎有看不太出来。写法，狂草。那我是采用比较没有间隔的方式，让字密在一起，字与字之间、行与行之间全部连在一起，就是让它书法线条自然的让它表现出来。这幅作品是李商隐的留得枯荷听雨声，我把它改成残荷，留得残荷听雨声。装束这比较小见，这是等于说写一个唐诗，这是临王铎的。
这是王铎他的那个创作理念，他是他自己说他自己，他是55岁他写的，吾书学30-40年，佛有所从来，就是说他写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有一个依据，不是自己随便乱创作的。吾书学30-40年，佛有所从来，必有生于爱吾书者，就是说他有很多喜欢他的字，但是并不了解他的字，所以他认为他比这些爱他书的人更了解他的字，所以他不知道的人以为他这个书是学槐树的，其实他不是学槐树，他一直说他不是学槐树，其实真的有点像槐树的，所以他不太愿意承认，所以他这边写我无不服无不服。王铎年55，坐不尽，处处鸟衔飞。它不是大，这它这个它这一直偏向左边，就是浙国跟陕国两个打仗，浙国打败了，结果他要割地赔款，大概它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。